凶手当时就用这个来杀我，他是凶器，我现在拿它吃饭。看，哦，看来你真的不用心理辅导啊？那这不是一般餐具吧？这个应该是。 军用级的硅锰金刚啊！你可以啊，这都看出来了。美国舶来品呢，我见过。我说，店长，是我拉的。可我不是共产党。我只问了，是谁拉的电闸？没有问谁是共产党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王六。大名。就是王六。 聂总经纪师，聂总经纪师在吗？宋飞，这你也猜得出来？我还能听不出来你的声音吗？给你送礼物来了。你？不是啊，我怎么可能送你？那什么意思是？猜猜看。快说，被卖关子。大哥送你的，冲哥给我送的礼物。是啊，这送你那儿去了？早上我从广州飞回来。
我哪像你似的，我比较专业，还是以前那个。这个我信，就是联系不上了。哎，这么一说，我想起一事儿啊。哎，上学那会儿，你躲被窝里给他写情书那个叫什么来？玉兰姑娘是吧？玉兰姑娘。哎，人呢？不跟你们在一起呢吗？什么时候跟我们在一起了呀？可不跟你们在一起了吗？ 改名了，谁呀？就沈希言。沈希言，就空勤科那个沈希言。之前啊，这沈希言呐，就是一副拒人千里之外那样的，这突然他就跟郑明好上了。对啊，就是华航搬迁那会儿吧，就那会儿好的。这华航所有人都挺惊讶的。哎，如果当时我要是知道这个沈希言就是当年。 你躲在被窝里偷偷写情书那个玉兰姑娘，我绝对给你拦着。拦什么拦？现在他也来得及呀！横刀端，反正也没结婚的嘛。啊？哦，哼，过去时不说了。微雕是聂云开多年来的习惯，大概也是唯一的业余爱好。当飞行员的时候，他用无师自通的微雕。 训练自己的双手达到超乎常人的稳定性。这些年来，核桃就像他的伴侣，而这个习惯能够帮助他潜心思考。哦，对了，啊，小吴您见过了吧？美国人，这里不是内陆，也不是美国，是香港啊。 来来来，多吃点啊！来，妈，我这也不经常回来，你就不做点好吃的菜给我呀？你也知道你不经常回来啊，平时在外面吃相的喝辣的，回家吃点粗茶淡饭的挺好的啊，吃吧。我那也是没办法嘛，我呀那叫应酬。<笑>应酬？谁逼你做交际花了？我这可不是交际花，人家好歹也是电影明星嘛。 电影明星，你拍过几部电影？姐，你说像你这种一年都进不了几次电影院的人，怎么会看过？哎，对了对了，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南洋影业的朱老板已经正式邀请我出演他们的新电影了。念电影我不反对啊，但是我提醒你，女孩子还是洁身自好一点比较好。 我怎么就不洁身自好了？我就是提醒你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拌嘴了，烦死我了。妈没拌嘴，你是得说说他，不能老惯着他。嗯嗯，我管管他。哎，不过小梅呀，妈还真得说你两句啊。
你说你放着好好的家你不住，你非到外面租什么高级的公寓，又雇司机又请阿姨的，这得浪费多少钞票啊。就是。妈，人吧得有一种自己的活法，你们觉得是浪费，可是我喜欢呀。我姐她还藏着一个事儿呢，她交了一个新男朋友，还是个老男人，还没告诉你吧。哎，我吃饱了。小兰小兰小兰，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跟你妈说呀。妈，不是妈，刚开始还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呢，没来得及跟您说。那还不是因为那个飞行员也回来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哎，你们聊你们的，我先走了。小梅，小梅，来来来，告诉妈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哪儿的人呢？妈，你吃好了吗？我收了啊。啊，干什么？哎，小兰，小兰。哎，郑主任，最近你要的航线运营表。好，谢谢。你们有空研究起部门日志来了。我发现，通过研究这个航空日志，这是最好的业务学习，很捷径。学习到什么了？你比方说啊，我看你们这个营业部历年来的日志。我总结出来一点，郑主任您啊是个天才。哦，说来听听。你做事儿啊总是独辟蹊径，而且别开生面。哎，你看，民国24年，你刚进公司就前所未有的提出和轮船招商局实现乘客联运，接着你又力主开辟游览航线以及沪青暑期特班飞行方案。单程票价120元，往返200元，第二年公司就扭亏为盈了。樊总也正是因为你的这个业绩于是重用了你，对吧？哎，不过都是些小把戏。不过你说呢，这个航空公司盈利靠的是什么？就是整合飞行资源嘛。当年美国人参股两行，只想卖飞机，根本不管运营的事。嗯，主要机型的有效载重都严重不足，比如说 ZX 机型，起飞权重4.8吨，载客仅8-9人，折旧成本又异常之高，这怎么能不亏损呢？刘将军去台湾了，下午刚送上飞机。这两天陪他呀，真把我累坏了。要做成这么大笔生意，辛苦点值。算命的早说过了，我命带七杀难偷闲呐，生来就是忙碌的命。不信韩老板您呐，坐吃坐喝啊，日进斗金，好福气呀。童总在取笑老夫，岂敢？这次的生意啊，全靠韩老板牵线搭桥，
我只有感恩戴德的份儿，哪有起效之理呀？彭总也是场面上的人，说话滴水不漏。我怎么听着这话里有弦外之音呢？嗯，好茶呀，啊，好茶！台湾的洞顶乌龙，茶中上品，喝了这茶，心情自然舒畅。那我可得多喝两杯呀！啊，在你的建议之下，公司跟上面讨价还价，优化机型。现在 DC4 这个机型已经可以搭载40多个人了，这不得不说这是你的功劳啊！哎，说起来罪过呀，都是拜战争所赐。我们不希望打仗，可是不打仗，两行怎会扩张得如此迅速？是啊，两行这些年确实已经沦为了内战的工具，所以樊总为什么这么着急要让两行在港上市，就是想把两行已经退去的商业航空本色再给找回来。哎，是啊是啊，能否顺利在港上市，就全靠你聂总经纪师了。不，咱们一定得精诚合作。精诚协作。慢走啊，郑主任。哎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陪我看电影。什么电影？卓别林的《大独裁者》，这票可难买了，一票难求啊。真的？那当然了。我这两天刚上班，挺忙的，要不然就改天吧。我知道你忙，可是我爹说了，让云开陪你去，做事情嘛，要劳逸结合。这是你爹说的吗？当然了啊！我回头可问你爹去啊。好啊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！明晚7点半，不见不散啊！
我不会贪污，我最痛恨贪污。你看看我这里，这么简朴，我想贪污的人。他来这儿不会就为了送点吃的吧？我们营业部以我为首，一定全力支持你的工作。他给了我100块，让我在表演快结束的时候拉闸断电。一个男的，长什么模样？多大岁数？我不知道啊。天黑，他又蒙着面。接着说。我就知道这么多。那你为什么现在才说？我害怕。我怕你们杀了我，我不敢说。求求你，饶了我吧！啊，我就是个扫大街的，我上有老，下有小啊。啊，桃，有你电话。谁的？约翰·琼斯。接着是。是。是。啊！啊！
喂，你好，约翰警司，我是雷志雄。雷志雄，你又乱抓人，有人报警了，赶紧给我放人，你给我找很多麻烦，听见了没有？我听见了，约翰警司。今天可能是个误会，是我没有管好手下人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您放心，我这就放人。约翰警司，什么时候有空，我请你喝下午茶，好不好？头，把他放了。等等。等等，今天把你们放了，算你们命大。回到家之后呢，烧煮高香，然后老实待着。这里发生的事情，不能和任何人提起。我不会说的。如果说了的话，杀你们全家，一个不留。是是是。走吧。王六，我问你啊，一个男的蒙着面，对吧？对，对。让你在演出之后拉闸断电，对吧？对，对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是共产党吗？我不是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不是，我真的不是。韩总，有件事情得跟您说一下。嗯，
尚峰说，这是给咱们的最后一笔钱了。为什么？说，战事吃紧，党国正处危难之际，让我们务必体恤国府，精诚团结，自强自立。说的容易，可他们三天两头征用咱们的飞机去打仗，又没有资金扶持，自立自强，谈何？Hello， 主任，下班了，忙什么呢？失而复得的喜悦，你懂不懂啊？我这两箱宝贝书啊，从上海起运，邮路中断，在海上漂泊两个多月啊，我以为丢了呢，结果你看现在完好无损。是吗？为这事儿，咱们得庆祝一下，真的。哎，知音，看来咱们是同道。哎呀，这么多书啊！哎，你这个版本跟我那个不太一样哦。哪本你都不挑，偏挑这一本，是不是在讽刺我？就是那个套子里的人啊。你自己瞧瞧，你跟他像不像？哎，这把伞跟你那把伞是不是一模一样啊？啊，就差一帽子一个大衣了。好好好，我就是我。哎，你就是嘛。我就是。你说我什么？现在我都高兴。哎呀，世界上最好闻的味道就是油墨的清香，不管它是新书、旧书、发霉的书。别酸了你，真受不了。哎，下了班你做什么？下班呢？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些老人留碗饭吃？天天加班就知道表现你自己，真不是。你是真加班，你还是给姑娘写情书啊？当然是给姑娘写情书了。祝贺，真是给姑娘写情书，你被征用了啊！给我把箱子搬下去。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啊，来啊。不过说实话啊，依我的判断呢。香港啊，未必是久留之地呀，搞不好过不了多久又得搬家。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呀？走一步算一步呗。哎，我烦了，从上海搬到广州，从广州搬到香港。嗯，走，拿着你的伞，套中人。哎，
你先走，你先走。对。哎，这咱俩都没手，这门怎么关啊？随便，没事。啊，一人一脚吧。你这我怎么？凑凑着，凑着。迷雾遮不住归。